是这条吧？哎，又只有你们两个呀？哎呀，你们这是修镜子呢，还是趁机约会啊？西城，你是真喜欢人家吧？你喜欢人家，你就上啊！ 对吧？就是。这次仙女座红月亮，虽然比不上传说中的超级月亮，但也是一次非常好的观测时机。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观测时机。我们当天晚上谁值班呢？哦，是我。那你一定要好好把数据给记录下来。嗯，没问题。我觉得不能让男工一个女生去啊，得再派个男生，对吧？ 就是啊，让一个女生去像人话是不是？好吧，那我和南宫一起。超级月亮本来就是我和西城的约定，你以为抢走了她，就真的能得到她吗？你以为住进了顾家，就会是她一辈子的身边人吗？西城藏在心底的那个人是我，不是你。 南宫，又怎么了？工作上又遇到不顺的事情了，还是？还不是因为你那个贺小姐，我真没想到。 他外表看起来柔柔弱弱，人到真实块硬骨头，竟然在我面前还咬牙撑着。好，我就让他看看，到底谁更硬。南宫，别再继续下去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只会两败俱伤，或者受伤的人只有你。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吧？南宫，如果你是站在我这边，就不要再阻止我。 如果这场战争我输了，我就一无所有了。开车，带我去个地方。我要拿回我原来的东西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不能输，我也绝对不会输。 怎么还不上来？你怎么才来啊？产品设计不用那么着急，距离上线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。
怎么回事？是研发部的人欺负你了吗？还是南宫和你说了什么？我让司徒把他叫过来。我相信你。什么？顾学长，我相信你。如果南宫琉璃是你的前女友，请你处理好和她之间的关系，再来找我。怎么了？是研发部的人欺负你了吗？如果南宫琉璃是你的前女友，请你处理好和她之间的关系，再来找我。南宫不是我的前女友，谢谢，相信我。你说不是，我就相信。我给你时间。好好整理你们之间的事情。好，你也不要乱想。你现在就好好做你现在的工作，剩下的就交给我，好不好？我等你。喂，是我。我想和你见一面，有些事我们需要好好聊聊。好啊，你想聊什么？明天我去你办公室。这件事不方便在办公室聊。是吗？顾总终于想跟我聊除了工作之外的话题了。时间、地点，你定。好。时间我定好后，我会通知你的。我很期待。你以前的朋友都不住这儿了，不过呢，你出国前寄存的行李他们都交给了管理员。谢谢，不过除了这一件，这些都不需要了，扔掉吧。这是什么？我的青春。哦，对了，你帮我订一间比较特别一点的餐厅吧，要最安静的。可能过几天我有一个重要的客人要跟我好好聊聊。好。顾西城吗？
可以放弃，你可以的。